对啊，现在，没关系，让你有所求，下次再让别无所求。好，那最后介绍一下自己，我们是 IC BOY 冰球乐团，然后我们即将要迎来我们的专场，明天中午开始售票。如果你们听了我们音乐，觉得我们还不错，我们放更多更好料的在我们的专场，那就带来我们最后一首歌吧。One, two, three.水河的美景，听着美妙的乐章，实在是太好了。这一刻再配上微风吹来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心情很愉悦？超开心，非常的。是。对，但今天还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要跟大家报告，就是我们等一下有一个互。